车室空间设计犹如居家空间设计，除为车主提供安稳舒适的驾驭体验之余，更要彰显车主的自身品味与不凡身份。 The Ardian 车室空间宛如一个充满现代感的豪华休憩空间，举目所见之处无不满足现代人对于质感的追求。全面升级的高度数位化座舱伴随驾驶入座，首先迎来置于中央的 10.25 寸全逻辑数位化仪表，和最新世代的第三代 MIB 资讯娱乐系统。透过触控即可操作方向盘、空调、娱乐系统控制界面以及室内氛围灯，多达30色的选择，让车主可随心所欲变换车室氛围。高度数位化的内装与前卫优雅的外观，带给车主最极致的享受。不仅拥有高度数位化座舱， Ardian 在舒适上也没有任何妥协。座椅采用柔软细腻的 Napa 皮革包覆，并且拥有多项电动调整及按摩功能，车主可感受到最舒适的乘坐体验。而 R-Line 车型则使用 Napa Carbon 碳纤维纹真皮跑车座椅，两侧提供更全面的支撑与包覆性，满足所有享受驾驭乐趣的人。不仅如此， Ardian 更给予成员完美的听觉响应，新型立体声系统为 Harman Kardon 环绕音响专门为 Volkswagen 开发设计，700W 输出12支扬声器，带给成员豪华的车内音乐响应，感受 Ardian 带来的顶级移动体验。台湾福斯汽车品牌旗舰 Ardian 早鸟预购限量优惠方案实施中，11月底前入主 330DSi Elegance Premium 和 330DSi R-Line 车型，免费升级顶级音响品牌 Harman Kardon 环绕音响系统，价值55,000元。敬邀喜爱 Volkswagen 的消费者把握机会入主。Ardian 影片请至台湾福斯汽车官方 YouTube 欣赏，敬请密切留意 Facebook 官方粉丝团讯息，相关影片将陆续释出，敬请期待。2021年世捷杯轿跑 Ardian Fastback 预售价，车型新台币建议售价 330TSIELEGANCE1498,000元， 330TSI Elegance PREMUME1678,000元， 330TSIRLINE1778,000元， 380TSIRLIPERFORMANCE2018,000元。2021年世捷美猎跑 Ardian Shooting Brake 预售价，车型新台币建议售价 330TSI Elegance PREMUME758,000元， 330TSIRLINE1858,000元， 380TSIRLIPERFORMANCE2098,000元。详情请洽台湾福斯汽车授权经销商。